告诉我是你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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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你爸爸。你在家啊？嗯，李律师，进去，进去。我不叫你出来，不准出来。进去，快！福宝。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干嘛关门？我刚刚没穿衣服。你刚才穿的就是这身衣服，方便进来吗？啊？怎么，家里有人啊？有啊，我啊。之前没发现你家里还挺大的。祖传的房子不能卖。我就除了房子一无所有。你干嘛？这两天太累了，腰疼，需要躺一躺。我有东西落你家了，我找一下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我帮你找啊，老板。找什么东西啊？我钥匙，好好找找。老板，你干嘛？都是皮肤干燥，多喷一点水，多补水好哎，多补水，多补水。我是你爸爸，快点，我是你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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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他是早上那个艺人吧？你把艺人带到你卧室？他是我远房一个弟弟。啊，远房的弟弟，药藏在柜子里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躲猫猫。那我们早上在干嘛？我们在过家家，啊！不要伤害福宝！